家好，我现在在这个Johor这边，大曼都浪，然后这边是这个文强这个粿条仔，粿条羹。吃了这个卤鸭，然后还有这个当然他们的招牌粿条汤啦，然后那个豆鸡很好吃，豆鸡，那么它和槟城的粿汁差不多啦，但是它这里呢就没有那么多那个内脏的味道，然后价钱也非常便宜，我跟我朋友吃了大概30多块，然后这边北京要小心，因为刚才我们吃到一半呢，就有这个警察来要抄牌，幸好这个老板呢通知一声。